心情不好？因为你骨灰没撒干净。我在想是 K 粉还是盐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没撒干净？我老婆说你这症状是有嗑药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嗯。那你说嗑什么药？林坚骨灰当 K 粉，疑似嗑药。何康问为何没撒干净？我觉得我爸爸是，可能之前真的是对他太好了，然后忽然中了这个资助，他送我。资深音乐人李坤成四月病逝后，儿子李卓轩控诉继母林静恩伪造文书争夺房产。四号再公布录音档，内容为4月30号林静恩酒后摔东西，管理员报警处理，也找来李卓轩劝说。录音中林静恩强强的，疑似还把骨灰当成 K 粉以及盐巴。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因为你骨灰没撒干净。我在想是 K 粉还是盐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没撒干净？那天撒就是这样子啊，然后他就说留下来做纪念啊，他们的程序就是这样。OK, okay.、既然爸说让你住这边啊，你也让他留个好名声嘛，对不对？嗯、我是这样的建议。我需要亲自道歉才有办法留下。不是啊，你希望你情绪可以控制一下啦，哈、哦。我、嗯、对我需要控制。你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丢里面的东西？他是没有丢里面的东西，你可以亲自过来看。那地板上这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电灯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嗯，可能是烟灰缸。对，我可能需要戒烟、嗯，但是我想一下，可能要一阵子。对啊。那剪刀怎么弄？我摔了吗？好、哦，没关系吗？那、啊、你有喝酒吗？有。你看我现在是犯罪的，对，犯罪，但是我还算是。我还可以正常跟你讲话。我老婆说你这症状是有嗑药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嗯。那你说嗑什么药？因为喝酒应该是越来越想休息啊，可是感觉你还是越来越嗨。啊，那个是我爸，那个是我爸骨灰，你不要乱动。你既然骨灰不要，那你还我。哦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下次把碗刷干净了。为什么不刷不干净啊？我爸医院是要回家了，啊，我说的家人那我还装的，确实理解了。因为爸也是有交代我说要关心你啦，啊，我是建议说可不可以就是看明天我带你去就医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们5月2号把那个诊断使用证明处理好 ，OK 吧？林静恩当时拒绝李卓轩陪同就医，只想等李坤成的死亡证明下来。李卓轩则希望林家人能出面将女儿带到医院治疗。因为她的状况很严重啊，然后我们查过，应该只有她爸爸有权利去帮她，就是强制送医这样子。因为她自己现在也不想去，还是看能不能给我林爸爸的电话，啊，我好好跟她说。为了找上林家人，李卓轩联系到林爸爸一名房仲朋友，但对方表示林家也发生非常严重的事，如今无暇管到林静恩。凶起来什么脏话都骂，骂得很难听的，反正我就听到他的声音，骂得很难听，很温和在跟他讲，但是他我们社区也很担心的，这等于是一颗未爆弹，吵得很大声啊，东西这样摔，我叮叮乒乒啊，你相信我啦，乒乒乒乒啦。